匹栗色的小母马，一岁母马。那么同时呢，还有608号马，喜欢呢，溜色的一匹一岁母马，感谢。谢新达伯悍马业的马主王新先生，608号是西瓦纳。此刻场上我们一共看到这一组别的5匹1岁小马。有的小马显得非常的温顺，但是有的呢就有那么点点桀骜不驯。我们看到现场的调马师608号的 Sivana， 这位调马师也在和刚才我们看到6位评委在针对一岁小母马在进行一个综合的打分，他们分别是602号、要让这个刚刚成年啊一岁的一个小马驹在现场要接受所有观众的检阅，这确实也是件不容易的事情。6位评委正在进行第二轮的打分。我们看到6位评委正在针对阿拉伯马的特征气质，头部、颈部和肩部、躯干和背线、马蹄和四肢，以及它的马蹄和四肢。
他叫做牵马师。我们看到牵马师正在用他手中的马鞭和马儿进行互动，进行配合，让他做出一系列具有阿拉伯马特征的一些小动作，以便于我们现场的评委来进行打分，来进行打分。这是603号马匹雪骑，我们也看到牵马师正牵着马匹，让马儿在镜头前有一个近距离的展示。
18.5, 19, 19, 18.5, 19. The body, 18, 18, 18, 70.5, 18. The legs, 15.5, 15, 16, 15.5, 15.5. The movement, 18.5, 19, 19, 18.5, 19.5. The current rank, 2. Total points, 90.1.好，我们看到上一匹马的最后得分90.10分。608号，刚才的西伯纳，这是来自新大波汉马业的王鑫先生，他的这匹马，现场的评委也已经进行了一个近距离的局部特质的打分，相信分数马上就要出来了。那么同时呢，一岁母马组，602、603、606、607和608五匹马已经全部展示完毕，稍后等最后一匹马的分数出来之后，我们这一轮一岁母马组的颁奖仪式也将会如期进行。好的，接下来 Now number 607 Junyue Dini Type18.5, 18.5, 19, 18.5, 19. The head and the neck, 18.5, 18.5, 18.5, 19.5. The body, 18.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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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号君越 Amida， 他的最终得分，最后的排分88.90分。同时，我们也有请现场的阿联酋马业协会的工作人员来到台上，我们的皇家马业皇朝阿拉伯马房的徐公子提议，啊，各位远道而来辛苦了。我们也有请来自阿联酋马业协会的各位工作人员，请集中到台上，请迅速来到台上。稍后呢，我们也想请现场的各位来宾朋友准备好掌声，我们要对远道而来的中东阿联酋国家的马业协会的所有劳苦功高的工作人员送上我们的掌声慰问。Number 608, Tiana, type 19.5, 19.5, the head and the neck, 19.5, 18.5, 19.5, 19.5, the body, 17.5, 18, 17.5, 17.5, 18, the legs, 15.15.5, 15.5, 15.5, 15.5, the movement, 19, 18.5, 19. 好的，有请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19, the current rank. 再次响起热情的掌声。Total points, 90.3. Thank you. 谢谢 Rim， 刚才的这个评分我们也已经看到了。那么稍后，我们这一轮的一岁小母马组的评分和最后的名次排名也将产生。我们也感谢台上登场的16位来自阿联酋马业协会的工作人员，不远千里来到中国，来到我们的2023中国沈阳国际阿拉伯马大赛当中，为我们的中阿友谊，为我们的阿拉伯马的民间交流带来了各位的问候，谢谢你们。